2016年起 ，KUA 官方每年会选出十大年度精选游戏，至今已经持续三年。而在2019年，我们决定将选择的权利交到各位用户手中，也就是第一届 KUSCARS 游戏评论金像奖。在3月6日至10日的第一期 KUSCARS 游戏评论金像奖中，我们收到了广大用户的游戏评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的奖的是哪些评论吧。不用说，《阴阳师》是我玩最凶的一款 RPG 角色扮演游戏，绝对没过气，各样精美是神，随你嫖老公老婆 ，3D 模随你舔，还有时不时和其他动漫进行合作的限定角色可以搜集，绝对不无聊。这游戏还是蛮休闲的，上述 PVP 其实不打也可以。接下来就是抽小姐姐，看 LIVER D 舔。个人觉得国际版个人比较喜欢，虽然练脚练到哭，但是国际版有金币抽五星脚，真的爽。貌似很多人比较喜欢日韩版，也有人偏向当成三种游戏在玩。好玩的免费休闲游戏，玩法很简单，模仿推特的聊天方式，让你与网络常见类型的网友们聊天。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原上结局，被网友们骂爆，还被肉搜；另一种就是普通结局，透过你的选择决定他们的命运。光有支援中文就加了很多分。这个游戏其实也有警惕的作用，提醒我们在网络上不要随便乱发言。剧情方面可说和很多手机 RPG 有差了，并不是要玩家拯救世界或保护世界之类的，而是给你看一幕幕曾经在游戏世界的历史。游戏后期出现美卡元素，使玩家更好奇剧情走向及真相。游戏玩法方面是比较少见的星盘模式，虽然网络上提供很多攻略，但是个人认为自己寻找出不同的策略和角色的配法，正是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如果是平常非常忙碌又想玩游戏，则非常推荐这款游戏。有肝有爱有成长的好游戏，背后还有一个佛心的 CY 爸爸，线上线下活动办好办满，下载量已经来到2300万次惹，游玩过程全语音，画风统一，角色精美，联动活动也不少，联动角很好拿。重点是这游戏的强度不能用氪金叠出来，主要还是要依赖你的努力。当然除了农夫玩法之外，也可以休闲玩碧蓝，虽然进展慢了些，但至少是能让你开心的方式。目前有在努力提升女性玩家这方面的福利，除了游戏之外，里面的音乐也是很值得让人关注。真的好游戏不玩吗？第二期活动现正举办中，3月17日前参与还有机会参加雷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漫画家亚克力立牌及相对世界明日终结电影票抽选，赶快来参加吧。